很多养殖户啊，家里都有这种玉米秸秆，然后呢，也有很多养殖户家里都有这种揉草机。这种机器啊是多功能的机器，像这种铡草揉丝效果非常好。但是如果您全用这种玉米秸秆去搞养殖的话，它这个营养跟不上。如何让这个草料营养再上一层楼呢？今天呢，就准备了一台饲料颗粒机。如果您对颗粒养殖感兴趣的朋友，不要走开。下面呢，这台机械我是已经研磨好了，研磨好，然后咱们试料。试的料啊，就是用这种料。咱们试一下，用这种料直接加工颗粒，效果怎么样？好，帮我开个机。开机。哇，到底是颗粒就出来了。咱们看一下啊，这草料倒进去颗粒就出来，这样的颗粒营养价值高，而且呢它属于半熟的饲料，所以呢更容易消化。咱们再来对比一下颗粒和草料这两种料去搞养殖的话，您觉得家禽牲畜更喜欢吃哪种料呢？好了，对小哥的推荐的机器感兴趣的朋友啊，记得给小哥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感谢大家支持。好看。